练习这个单发拳过程中对于手法的要求，发出去手虚握，食指中指的根节下扣，腕部螺旋，同时前手发拳后手撕，这么一个过程，注意身上放松。腿员在进行讲解的时候，不仅手的感觉，手的螺旋有了，你要注意头与脚相争，下踩胯和膝盖拧着，活动上要螺旋拧果，在发拳时候往前去的时候，这个拳是往前往里往上，后手是往后往外啊，往下甩动。所以在发的时候要求头手之间有张力，头脚胯与膝盖应该有张力，同时做的时候注意发完拳以后要回圆，手握紧，一松下扣回圆，手发出应该是中线发出，回圆的时候回到站桩的肩胛，这么一个肩胛你要注意，下踩的时候要螺旋拧着，蹬脚蹬腰胯转动，回来的时候头顶膝盖之间几何回圆，单发拳演练。拳腿法点脚的练习，在点脚的内容当中进行讲解。第一步，我们在练习这个点脚的过程中，应该站在丁巴步上，眼睛平视，两手分开，放在腰部的高度，假借两手扶在矮凳客和栏杆上，保持平衡。前脚提起，用整体头带动，形成摩擦步的力量，缓缓往前趟出去。到了站立脚的这个正中的位置，缓缓将趟出拿胯送出去，送去在脚直线往前趟的时候擦地而行，对吧？通过这个点脚的趟出，应该从试力的过程啊推进回圆，慢慢的，然后落脚以后再提起前腿，形成试力感，步子往前趟出，体操阻力往前送，缓缓的送出，这个步子快到一步，脚要落脚的时候推点回圆，点脚点脚，注意脚一点的时候擦地而行回来，脚腕部往前送出提起来，所以再做一步往前趟出，缓缓的趟，一点就回来。好，有了这个势力的摩擦步的训练之后，循着力量送出拉回，搭一点就回来，然后逐渐走动当中快应该有慢的内容啊，慢应该体现内在力量转换过程和力量如何调整，在快的时候呢应该有慢的要求，要求一触即发，来把一点即止，一紧即松。下面我们练习一下蹬踏腿的发力，步伐在那丁巴步上的，把手拿起，身体放松，手放在两侧，保持平衡即可，这时候把手拿起来，就把腿把重心移到前腿，把后腿提起来，
成独立桩的肩架。这个设想，脚的腕部有弹簧与地相连，头与脚腕部有弹簧脖子相连，脚下踩微微下踩，微微刚一下踩，然后拧转提起来，刚提起来，然后再下踩，矛盾相争，下踩提，把脚与地面的弹簧微微提起，再踩把弹簧蹬踏下去，下踩弹簧和脖子弹簧微微撕开，拧转。上提的时候是拉，身体带动；踩的时候身体拧转踩下去。所以做的时候要求，啊，身体处在螺旋状，往前、往下、往里、往上提的时候，往后、往外、往上。再进一步，在做当中，脚下踩的时候，蹬踏就是蹬踏施力。好，再稍微做着下踩的时候，把弹簧下踩踩下去，啊，提起来。再下踩，把力量释出，是腰胯螺旋。稍有基础之后，稍有基础该练习把脖子走起来，练习蹬踏，放松脚的内侧冲外踩下去，上提，在练习一拳腿法侧踢腿的训练同时，第一，先通过慢动作把这个重心和腿脚的力量逐渐的释出来，通过头的蓄力与脚之间相争，腰胯的慢慢的螺旋拧转，将力量送出，蹬踏蹬踏出，然后回来落脚下去，落脚正好是准备再进一步或者发拳上步的这种步伐，或者再往上去的时候，注意腰胯螺旋拧转，将腿踢出，踢出然后拉回来，啊，再往前迈步，然后再提起来，回来落脚，啊，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注意腰胯螺旋拧转，把将腿提起，提起，注意放松，回来脚落下。在训练的时候，先有慢的动作，把里头力量通过演练逐渐体察到。头与脚腰胯之间的争力之后，然后逐渐速度加快，加快当中它有慢的力量，啊，快中有慢，还要把力量发出来，所以在做的时候设想有弹簧相连到两脚之间，头与手之间，腰胯螺旋拧了一踩，蹬踏一翻回圆，落脚的时候便是发拳发力的肩架，好，随时踢，随时蹬踏，随时啊进行侧踢回圆，再拧着回来，一拳假想敌，演练。在训练的时候，手拿起来，保持换装肩架虚握。这时候设想对方，我们手拿起来的时候，这时候与对方假借与对手，其实没有。这时候呢，设想对方突然要进攻他，我是不是后退？刚要后退，我突然进攻。所以设想如果对手从侧面来了，这时候变化，他一进攻我后退，是不是能回来？当然不可能按想象的。我进他退，他退我进，不可能。但我们在训练过程当中，我们设想我刚进攻。后边侧面来对方是不能回来，啊，再我刚一想进攻，左耳是不能单拳
知道吧？你装拳，你一上去，你在坐等着，假借地方，这往这儿来人，这边来人，这边这后边来人怎么办？左边来人怎么办？哦，这个时候能佛，你这边随时发拳嘛，一礼，随时发拳，我再一坐装拳，对方一礼，一礼，假借四面八方有对手，同时我们在对方过程中，突然对方回事，突然发力，真拳随时发单拳，外环绕，突然劈，砰啊，同时再发力。在训练过程中，假借你可能从来的一四面八方嘛，回来一个一垫脚，腿手一张发拳，所以在练习中要保护自己头部，找到危险地方。所以在走移动过程当中，出现一种不定位形式，随时随时危险地方，在不定步骤走危险，随时引动。